美呀，真是美呀！来来，老爷给你解开解开。东家，东家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我们大伙儿都等着见你的喜呢。花花，看见了吧？今天要是见不了你的喜，你是出不了这间洞房的。听话，老爷帮你宽衣。哎，花花，听老爷的话，你就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呀、啊！来，花花，花花，花花，哎！好，今天是咱们俩大喜的日子，老爷不跟你计较，但你得乖乖的顺从我。来，花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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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边是你我沐浴的地方，是个死堂，你是跑不出去的。来，花花。来，花花，来呀！我们已满怀丧命之兵，站住！站住！什么事情碍着吗？不敢说。我冯三虎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有什么不敢说？冯三虎哪里人呢？三十里铺的。张文举你认识吗？我跟他儿子一家长大，怎么样？就你了，带他走。走，放开我！干什么？走了。
报告。他来了吗？马上到。你是三十里铺的人？要杀要剐随你便，反正我不在你这拿当兵。听说你还认识陶小倩和蓝根根，你问这干什么？你恨错人了，不是我们抓你的壮丁，是晋西同乡会河西分会的会长令锦生在黄河东岸劫持了你，然后又把你当作壮丁卖给了我们。令锦生？对，他就是令氏店的二儿子。啊，你还认识张文举吧？刘副官是你们陕北宝安县的人，是他从张会长那儿听到了你的情况以后向我做了汇报。莫非你就是小倩嫂子的好朋友苏旅长？正是本人。哎呀，苏旅长，哎，真的是你啊！我前一段时间来找过你，想请你带人帮我救个未过门的婆姨，可是当时战事紧，那满天都在下死人啊，道路也封了，我没过去，就只好回去了。冯三虎，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你和兰花花都上了令氏店父子的当。令氏店那个狗东西，生变受刑，早晚有一天我会剁了他。好啊，可是他家有钱，他儿子有枪有队伍，你伤不着他呀。那可是现在花花在冯阳府，令氏店还不一定怎么整治他呢。哎呀，苏旅长，我都求你了，你现在就把我放了吧，让我去救花花，我求你了。报告急电。旅长。眼下的形势你也看见了，现在我要放你出去，你不但救不了蓝花花的命，而且还会白白的搭上你的一条性命。再说了，你是我花钱买来的壮丁，这一仗都还没打，我就放你回去，我的钱不是白白的打了水漂了吗？苏旅长，我知道我的面子没有小倩嫂子的大，你不可能帮我去救花花。哎，可是我求你，你把我放了行不行？哎，我欠下你的钱，等我回去，我让人给你都捎过来还不行吗？我现在不去救华华，那令氏店肯定把华华整死了。我的傻老弟，你也不好好想一想，这令氏店那么爱蓝花花，他会轻易的害死蓝花花吗？那照你这么说，华华就不用救了？不，救是肯定要救的，但是凭你一个人的力量不行。凭你和家人的力量也是不行的，那得靠我苏雨生派部队帮你。可是眼下我正打仗，顾不上。哎，苏旅长，我看你部队里有这么多人，你就冲出来一点点就能救华华了。冯三虎，我告诉你，部队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更不是拿来专门给你救老婆用的。陶小倩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按理说，他家的事儿，我理当全力相助。可是，令氏店的二儿子令锦生和大军阀有勾结，他的三儿子又是冯玉祥的部下。这事儿我要是掺和进去，凭我现在的兵力，是会吃大亏的。可是我看你这部队里至少有几千个人呢。小老弟，你好好去想一想。我的部队要是够用，我还会掏钱去买壮丁吗？冯三虎，你不用着急，等我打败了他们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刘副官，带他下去。是。哎，我冯三虎，走吧，走。哎呀，包渡哥，小兄弟，受了令氏店的欺压，心里怨气难平，是不是？在这个世界上。要想不受到别人的欺压，那就得有钱、有枪、有权势。可是我是个庄稼人，怎么有钱、有枪、有权势吧？不错，单靠种庄稼是发不了迹的，你得找一条发迹的捷径。什么捷径？什么捷径？读书读得好，可以靠知识当上官，也就可以升官发财。可惜啊，你没读那么多的书。哎，对了。当土匪发迹也快，可是那名声不好听。你是正经人家的子弟，也不愿意走那条道。
那么摆在你面前唯一的捷径就是吃粮当兵。当兵？对，拿你的生命和鲜血做赌注，去换取高官厚禄。冯三虎，我希望你在我的部队里好好的干上几年，等你升了官，发了财，有了权势，再去杀你的仇人不迟，再去救你心爱的女人也不迟。他们几个都走了，走了。我跟八位姐姐说了，你不想让他们跟着担惊受怕，他们回房去，我一个人照顾就行了。哎，这个小丫头，这是何苦呢？老爷，您这还想着兰花花呢？你呀，得让她受几天苦，等你这病好了，咱们再说。吩咐了啊，打哪儿都成，就是不能打脸。东家，你把我准备让我歇会儿。你想歇会儿？我叫了三天三夜了，可实在撑不住了。这养心斋里软软乎乎的被子给你准备着，你为什么不去歇着？啊，大管家，求求你了！我叫你一声十姨太，您可甭求我，该求的是您自个儿。这酒都干了。哎呦，这眼睛干了，那边还有口啊！来人呐，拖过去，继续讲。走，快！好了干，干什么干？干什么？干活去！来，干活！好了干！磨磨蹭蹭。快点搅，不搅，我让他们打得你皮开肉绽。这儿有两眼井，瓷器窑也有两眼井。这搅干了，瓷器窑那边去搅。有福不享，自找罪受，啊！我看你能支撑多久？我看见点儿，好，快点干！练得好，有官，哎，咱们看看。好，长官，宪兵正在训练。下去吧，冯三虎，到，过来。这位是张副旅长，刚从前线回来。张旅长好。哪有精气神的嘛？
在集训的新兵中，他表现最积极，摸爬滚打样样第一。苏旅长口头嘉奖过他。冯三虎，你说说，训练中为什么这么卖力啊？我想通过训练晋升军官。目的蛮明确的嘛。晋升军官是为了给家人报仇。嗯，说的对，要想报仇就得升官，要想升官嘛，就得有过硬的功夫。冯三虎，你今天要是能打败我，我马上提拔你做班长。我不敢。张副旅长，他哪是您的对手啊？军令如山，叫你打就得打。嗯，冯三虎，尊敬不如服从。是。出手！出手啊！出手！哎，我哎，哎，哎，冯三虎啊，你真以为你是只老虎？无非也就是只猫。好好练吧，小子。走，小兄弟。你没事吧？我不是，他是长官，我不敢动手，我让着他。小兔崽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！张副旅长，息怒！张副旅长，张副旅长，你说什么？你让我！张副旅长，息怒！我张副旅长，张副旅长，叫你让我！张副旅长，我让你！啊！战场兔崽子，我是你们小兔崽子，不是你死我活的战场。冯三虎，这里是军练场，不是你死我活的战场，懂不懂？张副旅长，这件事情我一定呈报苏旅长，好好惩治他。我这忘了，这我大姐问了，这一天得上几回药？我四姐说，您能不能看好，要不要去城里的洋人开的医院？还有我五姐说，行了行了，刚清静会儿，你又开场了。不碍事，已经全好了，明天就不用再换药了，请夫人们放心吧。听见了吗？我没事了，待会儿跟他们几个说，别瞎操心了。大夫也请回吧，多给大夫点出诊费。行，大夫跟我走吧。哎，九姨娘，二少爷过来了。哎，爹。老二啊。爹，我三弟来信了，跟您请安呢。哼。让来人给老三捎个信儿，就说我没事了，让他不必牵挂。孩儿明白。爹，照您的吩咐，我把十姨娘的娘家爹给请来了。蓝老五来了，来了。站长，拿快，更衣。你的新军装怎么和别人不一样啊？我跟你说，刘副官，那你说什么？当逃兵？当逃兵啊？当逃兵？你听个蛇吗？那现在姓张的那个副旅长天天找我的茬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惹不起，我都躲得起吧？再说了，我真的要回去救我的花花。要走，像男子汉一样走。你当逃兵被抓住枪毙，懂不懂？我给你支个招，你要走，让苏旅长放你走，明白吗？别傻了，我的宝！哎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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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请，请坐，
请。嗯。老爷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不，我来，我来。岳父大人，您请用茶。恬不知耻，谁是您的岳父？锦生去接您老人家的时候，没把咱们之间的关系说清楚。你是花花的干爹，你咋能做出这么不知廉耻的事了吧？如此看来，您已经知道咱们的关系了。既然花花嫁给了我，理所当然。我该称你为岳父大人了。那不是嫁，是被你以宦官的名义骗到你家的。哎呀，自打你进了门就没一句好听的话呀。好，你说是我把花花骗到府里边来的，有何证据啊？当然有，周若怀厉害的字据就是你亲笔写下的，他和三虎花花都在上面按了手印。你是个中间人，你也按了手印，难道你都忘了？不，没忘，一点没忘。那份证据上明明写着蓝花花和冯三虎到我府上揽工两年，花花已经到了些日子了，那冯三虎呢？他怎么没来啊？是他先违反了合约，这合约还算数吗？你不要自鸣得意，三虎他一定会到你家来的。好，我等着。他何时来啊？八成是他在路上遇到了麻烦，麻烦已过，他一准就到。这一准儿是几月初几啊？岳父大人，依小辈看呢，冯三虎恐怕永远来不了了。嗯，莫非是你指派人在路上暗算了他？哎，你可不能诬陷我啊！你要再说此类话，小心我让你吃官司。你以为我害怕打官司啊？我早就想告你了。好，告去，你去告啊！那份字据还在三虎的手上，三虎一到拿上字据，我绝不放过你。哼，好。哎呀，我实话告诉你吧。那份字据，你恐怕永远也拿不出来了。我这儿倒有份字据，是周若怀亲自写给我的，上边清清楚楚地写着，他自愿将蓝花花嫁给我。你看看，上边不但有周若怀的指印，也有我林某人的指印啊。哎，你死去！你这个禽兽不如的狗东西！好啊，你个狼！你跟周若怀可不坑害我的闺女，我今天就是拔掉你这张吃着的狼皮，打断你的脊梁骨！你反了你！你反了你！来人，快来！都是好啊，你个狼老五！我今天把你请来，就是想让你劝劝蓝花花，踏踏实实的跟我过日子。没想到你不识好歹，不但恶语伤人，还想打我！照理说，我该把你打出去。看在蓝花花的面子上，我林某人今天忍了。张正，孙科，是，走。叶世杰，走。你坑害娘家女子，走。你不在好好去了。张管家，带这老东西到咱们林府上好好转转，然后让他去见闺女。哎，东家，您是想？我就是想让他知道知道。咱们林家比周家富上十倍，他蓝老五别不识抬举。哎，明白了。花花就在里头。哎，蓝家的，劝劝你闺女归顺我们东家啊。花花，爹！花花，哎呦，想死爹了！爹！
花花，走，咱回家啊！别不，走不得，走不得。为什么？那家的家丁坏得很，都在旁边操着呢，能把过来打死。不怕，爹给他们拼命。走，咱走。不行，真的不行，爹真的不行。咋的了吧？都这把年纪了，我不想让他们把你打成个这样。花花呀，爹，你就等着叫他们把你打死吧。你走哪个可以说？大伙儿，大伙儿，大伙儿，快走！大伙儿，好了，快点。李师爹正整治我，是想让我顺了他的意。反正他也不把我打死，我就忍着。等十八之后有了空了，我再报。可李师爹跟周若怀，那是两个披着人皮的狼啊！宝马了，你咋把人家人家也少不了一根头发丝丝儿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想他自己的办法。那三哥哥回家了吗？没有吗？咋的没有？那三哥哥也没来六十爹家吗？那是不是到佛爷的路上碰见啥黑心爹了？碰见什么孙二娘那样的老板了？哦，不会的，从黄河渡口到汾阳府，那都是阳关大道，我只看看黑店。再说他没去过汾阳府，可能是走错了道。爹，又到了家里，你跟我哥、跟嫂子、跟方叔、跟个大胡哥、跟尖子尖、跟光光哥、跟周汉哥、跟张老伯都说，找哥哥真的难处。啊爹，让他们把三哥哥找到。现在李师爹一口咬定是周荣怀把我嫁给他的，爹。我们现在必须找到我三哥哥手里的那份坏狗的字据，才能把他们告倒。刚开始爹也是这么想啊爹，我成想李师爹拿出了另外一份字据，他说是周若怀给他厉害的，写得清清楚楚，是周若怀以国公的身份把你嫁给他。那是假的。是真的。周大爷是假的。咱们到时候到了公堂上，就让县长大人问他们，儿媳妇改嫁，哪有国公给未来的女婿立字据的规矩了？嗯，爹，找我三哥哥。哎，对对，花花呀，都怪爹当初没早早的让你跟三虎哥成亲，是爹把你害苦了啊！你等着，不管咋的，爹要找到那份字据。把六四家跟周若怀他们告倒。嗯。爹。娘，娘，娘，干啥来？一大早上就跑出去，早饭也不吃。我可没心思吃，娘。嗯，我有事跟你商量。你呀，又发现什么大事情了？我都好几天没睡好觉了，我老是想不明白，我跟三虎他们讲大道理，他们怎么老是像听不懂我说什么？这有什么稀奇的？谁能像你一样在大地方上过学，有文化了？所以呀，我想在三十里铺办所小学，让村里的娃娃们都有文化。以后我在三十里铺说啥，他们就都能听懂了。好，我这女子生的不比他男娃娃差，找点事情做也好，省得你爹呀整天想着要把你给嫁出去。娘支持你啊。哎，娟子呀，嗯，这办学得用钱了，你上哪儿弄去啊？为这我才睡不好觉嘛，娘。我想让您帮我，
我一个妇道人家能帮你什么了？哼，娘，这么大一个家，也就您最疼我，最能懂得我心里想什么。您可一定得帮我。好，娘呀，试试看。嗯。这是我的信。这是给婆姨写的还是给老娘写的？都有都有。啊，你家住哪儿？哦，三十里铺，真是麻烦你了。哎，不忙不忙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好好。长官好。这是谁的信啊？鲍长官，这是冯山虎的信。以后凡是冯三虎的信，全部交给我。是。冯胜虎，想什么呢？夫人，啊，老爷来了，哦，快请坐。祥祥，快给老爷上茶。哎，好了。我想跟你商量个事。什么事？这金荣进门有些时间了，我想让他早日开怀，给他开小灶。好，那四妹的小灶怎么办了？给他停了。老爷，你放心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我心里头清楚着了。哎，你就是不会生儿子，可我好歹还生了个闺女嘛，生个儿子又怎么样？还不是啊，不说了不说了，开小灶的事你麻利的去安顿。老爷呀，你这个也安顿了，那个也安顿了，咋就不安顿安顿咱的女子了？她又怎么了？老爷，咱女子呀，在省城念了那么多年的书，一肚子的文化，可是在家里派不上用场。她呀，想在咱们村办个小学校。好，好事，这也是善事。她要是能够办个学堂，有个事干，省得整天跟我过不去。老爷，办学堂得要用钱呐。啊，我们周家行善积德的事没少花钱，这办个学堂算什么了？你去告诉他，他要是用别人的钱办学堂，我还不高兴。哎，老爷，你喝了茶再走啊。祥祥，快去送老爷。哎，我想应该在这个山口，咱们布置一个连的兵力，先。干什么？苏旅长，我求你了，你就把我放了吧，我真的要去救花花啊。冯三虎，你还是男人不是男人？怎么一天到晚老把儿女情长挂在嘴边上？花花天天都托梦给我，说他快不行了，我再不去救他，他性命难保吧。要没命他早就没命了，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？就凭你一个人的能力能把他抢出活口吗？我看你根本就是白白的想把你自己也搭进去。我，哎呦，冯三虎，我告诉你，陶小倩虽然救过我的命，但是军令如山，现在你是我的士兵，
让你冲锋陷阵上前线，那是我的命令，也是你的本分。你这个时候回去，那就是临阵脱逃，那就是当逃兵。我就有权处决你，知道不知道？我冯三虎，刘副官已经放过你一回了，你还要走吗？我要处决一个逃兵，那可是不费吹灰之力。是想当逃兵，还是留着命回去救人呢？自己说吧。我来，把军装穿上，先打仗啊！打完了仗，我再替你想办法。接着说吧。娘，我爹他怎么能这么做事？哎呀，你又跑到哪儿去了？又听到什么闲话了？你见到我爹就知道了。这人和牲口一个样，要想有强壮的身子骨，那就得吃好。知道了，吃好了才会有好的身子骨嘛。光吃好还不行，还要经常的活动活动。啊，来，让我来两刀。啊，来，老爷。老爷，你还会干这个呢？嘿，我年轻的时候什么农活都会干。嗯。爹。什么事？爹，您是长辈，我本应该信任您，可玲玲我非常失望，居然一谎话骗我。我怎么骗你了？您跟令氏殿串通一气，把蓝华华骗到冯阳，实际上就是要把她嫁给令氏殿。她到冯阳后宁死不从，令氏殿又派人把蓝老五接往冯阳去说服她。全三十里铺的人都在骂您和令氏殿，您还装什么糊涂？老爷，整有这厮。我是一家之主，我想让她嫁谁就让她嫁谁，我想咋样把她嫁出去就怎么把她嫁出去，谁也管不着。你不是支持刑法吗？那刑法上有没有规定寡妇如何改嫁？也没下毛用，但是很快就会有的。国民政府正在草拟婚姻法。那等婚姻法出来之后再看谁对谁错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要蓝华华为金贵殉葬，你迫使一个小姑娘嫁给一个老头子，这些都会遭到新法的谴责，也会受到新法的惩罚的。我已经和冯兰两家理了字据，我同意蓝花花改嫁冯三虎，他们也同意到令家去换工。对于他们到了汾阳之后，令氏殿和冯兰两家发生了什么纠纷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就是知道了，我能怎么办？那令氏殿在冯阳府的所作所为，您真的不知道？这事你要是不信，你问你五姨娘。哎呀，大小姐，我爹回到汾阳的所作所为连我都不知道，你爹怎么会知道呢？瘸子，快回，听话。哎，谢谢，好好好，谢谢，好好好，哎。哎，我问一下，这回该有俺信了吧？没有，真没有。哦，那再麻烦你，帮我把这两封信寄一下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慢走啊。哦。花儿多，可别花儿多。
同学们自由活动啊。老五叔，你咋来了？哎呀，花花捎个话来着。花花他怎么样了？咦，花花在刘家可是受下罪来着。那您咋不把他带回来嘞？没那么容易，人家有钱有势。眼下虽说李四家不会要花花的命，可是花花惦记了三虎，就这个惦记就能要花花的命了。那三虎嘞？三虎就不能护着花花？三虎根本就没到了分量，现在他到底咋样谁也不知道，我们两家到处找他也找不到。重要的是他手里头还捏着救花花的字据，你说找不到三虎可咋办呀吧？老五叔，您先别急，这事儿我帮得上。你咋帮？我给邻近各地的同学、朋友和熟人捎话或者写信，让他们帮着找一找。哎呀，娟子姑娘，大叔可真是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。大叔，您见外了。站住！站！站！这担架上弹的谁啊？报告队长，正在我。三虎，一个快死的人了，抬着他干什么？扔了。孙队长还活着。敌人快追上来了，快扔啊！听命令。是。撤！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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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